看看新闻网。迟到了3分钟37秒。用眼睛吗？还你10分钟，不用找。这是6月8号上映的电影《第一次》，赵又廷和 Angelababy 演绎浪漫初恋。这是即将上映的电影版《痞子英雄》，1个月2部电影上档，7月份还有陈凯歌的《搜索》接棒。赵又廷这个名字现在可是个香嬷嬷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觉得蛮妙的，因为老实说，自己还算也算是个新人啦，不算是很新很新，可是作品也就只有2个，然后也没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家在内地朋友见面，所以其实大家认识我，我会觉得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这还是2010年赵又廷被意大利一线鞋履品牌邀请量脚定制，享受大牌明星待遇。他说自己何德何能受宠若惊，现在看起来品牌还真有眼光。2年以后，他的底气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而对于内地的观众和媒体来说，引爆兴趣点的自然是幼圆恋的曝光。你是戏里的表哥爱上了戏里的那个圆圆的角色，你必须要爱上你的对手。送回家，就当纪录片的金句就。还是戏外的赵又廷先爱上了女圆圆。就要打死，并进。并进，对，齐头并进，对，同时进行的。哦，你还真不耽误啊，你。是。真不耽误可以说是赵又廷这些年发展的关键词。2009年，他出演第一部电视剧《痞子英雄》出道。你终究是三联会的大小姐，是不是？这块是干净的三联会，终究是你的家，不是吗？旋即凭借该剧获得第44届台湾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，25岁就成为视帝级人物。2010年又被导演钮承泽选入电影《Manga》，影片在台湾地区的爆红为赵又廷的人气又添了一把火。赵又文，中华文明。2011年，赵又廷和赵薇在电影《Love》中饰演情侣，被不少评论说成是搭着赵薇走红。不过两人倒由此结下缘分，赵薇很快邀请赵又廷在自己的导演作品中出演角色。不过赵又廷坦言，来到内地拍电影最令人期待的就是陈凯歌的《搜索》。在《搜索》里，赵又廷饰演一个性情善良、脾气火爆的失业青年。电影里，作为姚晨的未婚夫，没想到却在与高圆圆一段因缘际会的旅程中深深的相爱。为什么这前程难赚？截止到拍摄《搜索》，台湾媒体还把赵又廷的绯闻女友对象锁定在张钧甯这个名字身上。两人在合拍电视剧《痞子英雄》时相识。恋情传足3年，却从未获得承认。这次赵又廷大方承认高圆圆，台湾媒体吃惊，张钧甯则平平淡淡送上祝福。那你知道高圆圆吗？我知道，之前也看过她的戏。那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？本人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觉得很漂亮。朋友有新恋情，我都是非常开心的，然后就是会非常祝福他们。同样在《搜索》之前，大陆媒体还都十分看好高圆圆和于小伟的恋情。在幼圆恋曝光之后，大家才恍然这两人早已因为聚少离多而出现了情感危机。而眼看着前女友的新恋情如此甜蜜，于小伟对自己的未来只能含糊表示看缘分。你看中什么也没什么用，就是你所想象的那些东西，其实都不太能够说如你所愿的那么去做，对，还是看缘分，对。而巧合的是，由于小伟主演的电影《查无此人》即将上映，档期正好又撞上赵又廷的第一次和《痞子英雄》。宣传活动上，于小伟被问及此事时，回答一语双关。我目前的精力主要关注《查无此对于两人的分手，有一种说法是婚事谈崩，而新收获的这段姐弟恋似乎又让高圆圆看到了婚姻的曙光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，赵又廷大方坦诚有为未来做打算。我自己应该会比较自私一点，放在私人的时候吧，我还没想好怎么求婚，但再说吧。那你自己有结婚的打算吗？当然有啊。那什么时候呢？我从大概3-4年前就说，一直说我30岁会结婚，我们来看看我能不能实现。
赵又廷今年28岁，离他的30宣言还有2年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私下里也给过高圆圆这样的承诺。就在前天的一场电影宣传活动上，赵又廷也表达了对北京的情感。确实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北京的食物，每一次来我都是要吃很多好吃的。对，那有没有做好打算做北京的女婿？这声打马虎眼的哈哈大笑听起来十分耳熟，在某次和父亲赵树海同台的宣传活动上，媒体问赵父是否祝福儿子时，得到的答案十分模糊。他恋爱的话会跟您说吗？他恋爱的比较熟，我也知道啊。你跟他有钱人终成眷属吗？是是。那是不是也祝福他和？他早晚会有一个眷属的。之后更用唱歌的方式帮儿子打太极。哈哈哈哈哈！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，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，不知真的哗啦啦啦摔了一身泥。Rock。谈到高圆圆就唱歌。嘿，我有。你是小毛驴。看起来赵树海不满儿子先斩后奏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，赵又廷是否能在30岁之前事业家庭双丰收，就留待时间给答案吧。